4S Mac 本身呢，它也有那个 APP 的版本，好，那也有就是电脑版，当然 Mac 也有了哦，Mac 也有，所以你如果开一个新的，我开一个新的档案，你就可以选择看你是要用空白的，还是怎么样，直接来这边选范本，又是范本，有没有？不过其实说真的啊，心智图我就不会喜欢用别人的范本，为什么？因为别人想法跟你不见得一样啊。我通常比较喜欢单纯的，就跟我在一张白纸上，空白的就好了，好，空白的就好，所以我就来这边。当然，别人的可以受参考，点下去有没有又不同的样式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就建立喽。你看中心思想就来了。所以如果呢，各位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？哎，比如说像现在9月份嘛，再来就那个还有什么放假吗？还想要出去哪里玩吗？来，我们看一下金门有什么好玩的。各位，金门有什么好玩的？不好意思，我以前有抽中金马奖，就在这里，所以我来比较久，有住到坑道，我在金东比较熟，从寒舍花到那个什么金沙那边，然后一直到料罗湾这边我们比较熟，还有泰鲁，每天都骑脚踏车去收信。好，所以如果你金门旅游，那你看我们就按个 Enter，有没有？哎，如果是要去那个料罗的，好，然后呢你要去哪里？有没有这样一层一层下去，对不对？那你就可以再延伸，再往下，再往下下去。那如果你觉得，哎，这里好像我因为它预设是心智图，我不想用这样，它很灵活，好、哦，它很灵活，它在这边有很多的这种有没有很多格式？你可以用组织图的，你可以用什么像这样树状图的？哎，各位，你应该有用过微软的那个叫做组织图吧？有没有 Word 里面啊，或 PowerPoint 里面也有用过吧？好用的请举手。它的组织图真的不好用，就是不够灵活啦。好，但是这边呢，每一个节点都可以设不一样的哦。所以如果我在这边我设定组织图，有没有马上就变了？然后呢，这边我想要变成树状图，我就在这边变树状图。这样了解吗？每一个节点都是独立的，好，每个节点都独立的。那另外就是说，这些东西呢，这些东西你如果有需要，你可以做什么？比如说，哎，我觉得这个主题跟这边主题又有一些相关联，它就可以这样线牵来牵去的，好，牵来牵去。你也可以把这些哎概括再怎么样挖在一起，做一个总结，好，然后另外。各位，有些时候我们的想法很天马行空，这种的比较属于啊，就是在依附在这个主题之下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怎么样？哎，皮卡丘你们都看过吧？啊，这个卡通啊，请问它的绝招是什么？啊，10万伏特以外还有一招？啊？钢铁尾巴还有呢？还有一招。哦，终于有听到我要的答案了，电光一闪，各位，你没有电光一闪，但是你有灵光一闪，好吗？所以如果你，我突然想到一个主题，哎，你们有时候在讨论的时候，同学不是也会讲，有时候会突然冒出一个，可是也许不见得完全跟这个主题相关，或者是暂时你还没想不到它可以放哪里了，你可以怎么样，在空白地方哆哆两下，有没有一个叫浮动主题？有没有？你这样就独立出来啦。那你可以在上面再继续怎么样？继续延伸下去啊。等到你觉得，哎，我想到了，这个可以放哪里，你就按着拉回来，有没有就回来了？啊，你了解哦。所以其实心智图，不管你用哪一个工具，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，就是要够灵活。因为就要像我们在纸笔上面这样去做一样，你才能够怎么样？就是很轻松的。去做一些变化，安尼了解？
好，所以这个是给大家参考一下，它的使用方式其实不会太难，好，不会太难。那你有需要新增分页，就像我刚刚讲的哦，那在这边你可以直接插入新的分页，这样你在这里就可以两个，有没有？两个、三个都没有问题。那当然，如果你觉得哎这个主题，哇，以后这个主题会发展很多，你可以把这个主题就直接变成新的页面，新的页面按下去，你看连超链接都帮你准备好了，点下去有没有回来？点下去有没有进到以它为主的？又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它变成是最主要的，好，变成最主要的，这样有了解了。好，我想这个你可以有机会稍微再试一下，就会比较清楚，看看说哎心智图的一个呈现的方式，因为用这种方式稍微思考一下，很多时候你会找到更多，把你很多的想法都整理出来。因为有时候真的像我刚刚讲的，我们常常灵光一闪就怎么样就不见了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你可能在走路啊，那有时候可能在就是在吃饭啊，哎，突然想到一个，如果你没有把它记下来，可能等到你下次回去，哎，糟糕，不知道那个过程，哦，又少掉一个了，就有点可惜。OK。